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范卫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26届马乔杯中国围棋新人王赛的对局，很高兴能够和童雨林四段一起为大家讲解。黄老师你好。范老师好，各位棋友好。好，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两盘焦点战。那第一盘棋呢是金宇澄四段对郑在响三段的。那么这两位棋手都是非常年轻的，对，优秀的棋手了。是。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场的画面。哦，这个可以看出是在棋院下的。对，棋院的2楼对局室。对。这应该是王兴浩吧？是的。啊，都有名字。我们另外一盘的焦点对局就是王兴浩对对和对。陈嘉瑞的。对。那么这次比赛也是有一部分棋手是在中国棋院下，有一部分棋手是在杭州棋院下。哦，还有在杭州棋院下的。对。啊，我以为都在中国棋院呢。哦，可能是在杭州队训练的那些人是在那边下。对，还有一部分是在北京训练或者在国家队的棋手。这位就是我们一会儿为大家带来的郑在响。正在想啊，看上去年纪也不大。对，出生于2005年。哦，2005年，对，好年轻。对，他和这个金宇澄应该算是一搏定啊，一段波，的，都是同时在这个18年的定段赛上定段的。一八这年位是陈啊，豪星。那陈豪听星上也，去应该是金宇澄好像成绩要稍微突出一点，对，他现在是龙源名城队的对，算是主力队员了对，吧。去年季后赛联赛的季后赛是这个立下了汗马功劳，年纪轻轻啊，大有可为。是，那这位是女棋手潘唐家文，嘉文，对，上海的，对，非常可爱的一位姑娘，而且实力也是非常的对，强劲啊，当时我们在上海队下城市围棋联赛的时候，我们都称之为他叫小小 AI，AI，对对对对对对，非，AI 常的背得熟非常练，熟，是对，的，是的，是的，说明他也是一位非常刻苦用功的棋对，用手，功的棋，这是王楚萱吧？刚才，这个好，是郑宏宇，也是一位女将。对。郑宏云是曾经拿过这个比赛的冠军。女子的，不是男就是女混就是这下个，的。是不是就对，是秦始皇？是的，赢了陈豪星。那很强。对，那盘棋就讲了，正好 是对，讲我讲到了，所以记忆犹新。了。厉害。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盘棋。好，这盘棋是正在想的黑棋。黑棋啊。其实这个名字也比较有 意思对，了啊，这个名字好像一直在思考的感觉。对对对，之前就是有说这个有前辈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答正在想别人可能在想你这是个不还用是想吗？是吧？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对，而且他这个第二个字其实是一个多音字啊，正对，在想或者正在想都是可以的。是的，估计父母是用了心思取的名字。是的，不管怎么样，就我觉得这两个发音念起来都很好听，这个名对，字是的。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棋局了。黑棋第一步，正在想的行黑了。棋。白棋选择二连星。对，黑棋也下了一个，还算是 AI 时期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式是的，那么接下来他们的选点应该都是 AI 的一选，对，这个不用咱们多言了对，啊，这个都是很熟悉一选都是。的。然后挂角。黑棋尖黑顶。棋尖顶。这个估计在他们的日常训练里已经出现过无数回了。加过来。过去的话，我们肯定会认为这个黑棋站到了这个中间的重要的位置，应该是黑棋不错，但对，其实也是可下，白棋也是没有问题。如果按照以前的棋理，感觉好像白棋两边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开拆，应该黑棋便宜了。但是在 AI 看来，可能这个棋是非常不好说的，因为后续的招法大家就能看出来，是，其实是白棋是有备而来的。那我们看接下来白棋的这个招法，对，靠了一点，差了一点，这也是，对，然后这个长。我印象中，在最早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搬占了一档，这个对，比较早的下法。但是这个的。长 AI 出现之后，这个长也变得很多见了。对，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套路，这两位估计是早对，就已那经。我就有点不懂了。这个之前这个那可以，这个大概定型成这样嘛？对，搬。这个然后虎，打。
虎还是粘上？粘一般粘比较多。对，因为你虎的话，跟我打吃有可能粘在粘上面了。对对对。好，那一般是定型成这样，对不对？对。对啊，这样，这样的话，等于他现在白棋没有选择搬粘，单长这个，对，让黑棋吃到这儿。对。那么以后他在这个局部的选择也是差不多。对，就是把脚彻底给对方了。其实挡的话、啊，可能如果看成这样的话，嗯，他觉得这有个断点。有个断点的话，可能而且这个子还在粘的位置。对、嗯，而且还有一种可能，黑棋甚至现在就可能先断你一下，把你走中。哦，这个也是，就是粘和断都有，两种下法都有、嗯，就看具体的场合。嗯，但长呢，可能就相对来说简明一些，在这边就不跟黑棋过多的纠缠了。哦，对，这样也是可以的。对，所以算是在人类长下的这个变化上。稍稍改进了一下哦，啊、嗯，对，是这么说起来，其实他这个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改进，因为他以后可以虎到这儿、嗯。对，这个虎比粘可能也要稍微好一点。嗯，黑棋吃到这儿，对，做成这个样子。嗯，对，是。所以这算是一个改进版吧？改良版，对对对，升级版，这个是、嗯、啊，实战白棋是先长这个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是都是长一个会比搬一个好呢？嗯正常情况可能是我，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向着 AI 去学习、哦、，AI 给出的这个建议还是比较这个坚定的、哦。我觉得人类都在这么下，我觉得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它有道理。因为刚才我们分析嘛，挡的话多个断点，嗯，确实可能不如这样简明。因为白棋实际上最核心、最关键的不是在这个地方纠缠，而是对这个字、嗯、对未来、哦。所以这个地方过多纠缠的话，可能也确实未必有利。是这样，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去学习的，对，现在已经不是半粘了，大家注意、嗯，现在是单长了，对，单长会多一些，嗯，半粘可能也有部分人下，但是长的话，应该是多数人会更加支持一些，是改进了，对，那接下来白棋这一步靠，嗯，他是先走掉了，哦，走掉吗？哦，先靠了一下再走掉，嗯、哦，先靠，那这个也是 AI 的招法了啊，对对，我们就学习就好了，这个地方啊。嗯黑棋搬，嗯，然后白棋搬粘，对、啊，这个地方大致定型如此啊。这个次序也是非常的，对，注意这个搬粘，千万别忘了走啊！不，这被黑棋搬粘，这个也是挺吓人的这个角啊，一个巨大的逆手观子，对，效率太高了，嗯，把吃粘上，黑棋爬、嗯，这个地方正是因为黑棋这留子了，就是它粘上和爬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嗯啊，所以他才这个干虎，否则如果刚才是挡的棋形的话，嗯，或者说需要挡的话，那被黑棋接这个虎就没有办法这个成立了，嗯，是有一点变化的，是，嗯，所以这个这也是长白棋长在这儿的好处，就是我可以虎在这儿，可以这么说，嗯嗯，好，这个懂了，嗯，这个童老师一说完之后，这个局部明白了为什么现在都是。都不是半粘，而是单长了。对，是的。因为长完之后，这个地方少个断点，然后同时这个地方能虎到这儿。对，嗯，是的。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白棋是断上去了，我的天哪，这个应该也是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嗯嗯，年轻人气势很足。第一个感觉搬一个也还行，但是断显然更加强烈嘛。嗯，对，这个断应该是金宇澄也是有所准备，有备而来。那么白棋打吃，黑棋立，白棋立啊，黑棋挡，白棋拐出，嗯嗯，然后黑棋长，嗯嗯，黑棋选择了一个比较简明的定型。这个图确实这步长应该是简明的这个最好的诠释，因为本来黑棋想粘上，包括想先把白棋打中都是有可能的，嗯，但这个长呢意思很明确，一要把你争掉，二要长过来，对对，所以他不想跟。白棋过多的纠缠啊、哦，这就是一个局部比较简单的定型了、嗯、啊。黑棋没有选择复杂的下法，嗯，这是不是也可以看出正在想这位棋手他的一个棋风特点、啊？对，可能风格上来讲，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啊、哦。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他这地方走后了之后，这道后势啊，嗯，他就发挥不出威力了，所以也算是。权衡全局的一个下法啊、哦，比较均衡、嗯。对对对，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嗯，好，那么白棋拆一，白棋现在要把这手棋给做活了啊。当时这个棋对这个拆一，我还一开始我在想，白棋有没有可能走在这里？嗯，确实是想，因为毕竟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跑出来嘛。对，就是这个一边出头、嗯、一边跑出来。嗯，但是我在想，黑棋在思考的时候，在想黑棋是不是正好一尖？哦，这个白棋可能觉得不知道怎么下了。哇，那我如果是白棋的话，我觉得我把这个挡下来，对，那就形成一场转换了，还是比较满意的耶。嗯，对，会不会？对，这样就是形成转换了。
那如果不是心情转换的话，我觉得白棋是很有心情去冲过来的啊，去穿出来的啊、哦，对，因为实战这个棋感觉上黑棋这一手棋啊，是啊，既封住头了，嗯，还把这个跑给防住了，嗯，感觉白棋不太肯，因为现在跑被打了打了粘，然后一夹，对，白棋是暂时是没有棋的，嗯，所以感觉这步棋稍稍有些不肯。对，心情上还是想走，想再走得更强硬一些。对对对，毕竟这手棋、哦、接下来这个跑，黑棋就算你不尖，你早晚也得做出这个反应。嗯嗯，所以这样的话，还主要是有后续手段。对对对，哦、这一步走完之后，让黑棋外面封锁的非常厚实，之后这个跑顺势也防住了，主要对。嗯、哦，那么这个地方确实，嗯，作为白棋一方来说，他是满意了。可以这么算吗？他可能觉得这样也可以了，接受了。嗯，实战继续活。嗯，那么黑棋，对，靠住。黑棋是比较这个爽的。对，比较搜刮白棋、嗯，这个是最爽的一点，比较扎实。对，主要是白棋活棋呢，是需要去卖这边的这个味道。我们常说的兄弟打架啊、对，嗯啊，白棋好不容易把这边做活了呢，黑棋这个地方又多了几个子，对于白棋这块棋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接下来白棋啊，这个地方再走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行了，赶紧把这个跑出来。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白棋走了一个先手活。对，而黑棋呢，通过这几手棋呢，其实也是间接的去攻击了白棋的这块棋。对，嗯，感觉上黑棋还是可以的。毕竟白棋这个地方本来它损失了很多实地，把脚撞厚了，现在呢又得花手棋去单关的出头，嗯，感觉上黑棋还是不错的。 嗯， 嗯，整体配合啊。 对， 对对，好，那接下去黑棋是压了一个，嗯、啊，这个是先手啊。如果这个地方得走了，嗯，白棋不走的话，黑棋是可以买白棋吃的，应该是点完一般感觉上就不像是能活的样子。嗯，哦，好像杀法挺多的，加也死了，应该搬也行，他走哪都行。啊，这么纯粹的吗？对。啊，这个我是不是铺？铺没用，啊、不看错了，铺没用。对，我就全粘住。啊，对。哎，那白棋如果说我这个地方虎一个先手的话，嗯、是不是？就是说你想先手活？对，我想先手活，行不行呢？看一下先手活，我就算我补一个吧，对吧？啊、那我这个补、嗯，然后再点。这边看上去至少也看出了一个。反正不可能是进货是吧？对，看上去不像是进货的样子。嗯，打住，只能打住白棋、嗯。这个一般是什么？好像不是进货。哦，那就是。嗯，如果你拐我一粒就很简明了。嗯、哦。对吧？你就可能需要外边的挤了。嗯。不然的话，进货似乎也很难，因为你打吃的话，我打了一打一接，哎，这被扑是吧？啊，我知道，我就这个、嗯、你挡住我就打这个。诶，这是一个什么，这应该也好像还挺顽强的是吗？是吗？嗯，生命力还是挺顽强的。生命力顽强、嗯、对。诶，这个好像可以啊，白棋。那我努把力行不行？白棋我现在脱先了。哦，脱先了。嗯。似乎也可以考虑，而且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挤完了恰打进去的可能？哦，我这个棋是打这个、嗯、是吧？但是我好像也是、哦、打这个好像就行了吧？嗯，打了一团应该就没有办法进活了，应该。嗯，这个看上去很奇怪，但是白棋确实。真的吗？那我扣在野位呢？大吃呢？哦，就打劫。对，就至少打劫的话，他应该还是担心。哦，对，里面还是有点这个问题。有点问题，没有办法进火，肯定是。嗯，就是有打劫的话，白棋还得先去损一下。哦，那他是不是觉得这一下就是还是有点损？对，那这个被虎对这边的目数肯定是差。嗯，对，所以看着很顽强，但是黑棋如果说在对局当中，尤其七人王是慢棋嘛，嗯，稍微一思考还是。还是没有问题。对对对，这个局部的这个计算啊，死活的计算对他们来说还是小儿科。嗯、对，嗯，没有问题。而且黑棋刚才是不是单冲会更好？单冲好像是不是更好？因为你接上我直接打完一挤就定死了。啊、嗯，啊，反正这个至少是打劫。对对对，嗯，还有可能有更好的追求，比如说进杀之类的。对，啊、有打劫白棋就不会冒这个险。啊，因为毕竟这一下也是很损。对对对，啊、是。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没有办法，白棋还是得补回去。嗯，嗯，对，
补回来应该是本手。嗯，进活。毕竟已经先手活了嘛，现在人家花了手棋去补一个应该也正常。好，那么接下来黑棋这个也是。这个还没有。嗯，对，这个子没有。对。接下来这一步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步棋了。对对对。是选择了在这里拖。那拖这个佟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它是什么用意呢？一般来讲拖的话就是跟点三相比它更注重于这边，就是点的话如果说白棋挡在这个方向很满意的话黑棋可能就会去拖了。就是这边如果说本来点三三两边挡搞不清楚哪个好那么黑棋就点三三，如果很明显有一边挡非常满意，就比如说挡这边这边非常满意的话那可能拖就会好一些。因为你挂角的话我可能也会尖顶这样黑棋开拆过来会稍微有些这个局促。但是我拖呢，如果你还是走在角里，那么我长过来之后这一圈就离你的这个地方会远一些。空间会大一些，也更好一些。就是说一般来讲如果总结来说就是点三三被挡很明显不好，挂角被尖顶又不满意的时候这个拖可以做到这个选择其中的这种感觉，让对方去很难为难。因为他如果搬在这边的话黑棋一长这个就当你再去挡的时候就相当于我点三三的时候你挡在这边了。然后同时你搬在这个方向的话我又比挂角进来要强。所以这个拖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不拖也是根据情况去选择。对一般就是点三三白棋挡这边特别大的时候只要你点三三不满意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拖。对试试看看拖是不是是这个地方这个配置啊什么都是。就离他这边如果说他把你放到这边来你离着比挂角要更舒服一点就可以了。然后他如果搬外面呢你这个就等于你爬到一下对那肯定是白来的。就比点直接点三三要强。是的那实战呢白棋还是选择了走外面。对。因为确实这边如果被黑棋拆过去其实白棋这块线并没有活。对。对然后那么白棋就选择把这个地方的后势呢用作来围控了。然后黑棋飞。白棋飞。黑棋冲。对这个定型也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定势了。对，是黑棋是马上来搬粘的吗？这个搬粘也有不走，但不走的话这个白棋一立啊黑棋也很痛苦。拐一下。对，那拐一下首先拐一下就有点损嘛，二路的交换。然后脚里还得补。对，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大场，或者说这边本身就搬粘很大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把它逆收掉的。否则又得去下二路又得去补回去。这个有些不甘心黑棋。所以他马上来这个搬粘了。对。因为我感觉有些棋也不是说马上来搬粘。对，有的局面就不走了。那这个时候黑棋搬粘完了之后白棋这个地方要虎吗？如果是我的话我挺不想虎的。对。这个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步虎可能是稍稍有些缓。因为黑棋现在对白棋毕竟这边这几个子儿还是至少不薄的嘛。现在去守这个有点缓感觉。还是想先守角。对，很想在这边守一个。对。感觉稍稍缓了一些。因为让黑棋走黑棋肯定断应该不怕，就是这个冲断可能有一点威胁，但应该感觉白棋可操控的空间还很大，比方说冲我就算退感觉也还好就不是很急于马上就走的，并不是那么急迫。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断首先它征子要有力，然后我就算长对也没什么。 对所以这个棋黑白棋就是往这里虎一个，我感觉从前面这个布局到目前为止就两位棋手好像都是心态是比较平稳的，然后慢慢悠悠，两人都觉得自我感觉还是比较良好的。对，尤其白棋这步虎我觉得传递了一个信号，白棋觉得形势还不错。对，是虎住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棋黑棋已经占据了基本上是三个角了。对那接下来这个棋又是很大的，又点了。是的，这是四个角了。寻求四角穿心。没错。所以感觉上黑棋还是挺顺畅的一个开局。黑棋比较舒服是吧？对对对。可能因为我也比较酷爱实地。我觉得没有棋手是不爱实地的。对。好，那这个等于说黑棋这个四个角了啊。白棋这个地方因为可能考虑到这个地方白棋还没有活。对。然后他就选择了就是这样一种
取外边的下发。如果是走实地白棋，也可以选择搬完了搬。对，但那样黑棋贴起来的话，这边可能逐渐会感受到影响，对，受到压力。嗯。如果是这个定式的话，嗯，踢掉黑棋，可能在白棋吃的时候马上就会贴起来。嗯，这样白棋这边将来就是至少你下来破这块空的时候几乎是很难了，因为这块现在已经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当后势去用，已经是有一些这个自身的安危问题了。是的，那这块子就显得越发的这个比较就薄了啊。这个所以白棋没有选择，实在应该算是顾及了一下这边考虑的，综合的考虑，选择综合考虑啊。但是这样呢，也让黑棋成功的四角，哎，占据了四个角。是的。做成这样啊、嗯，然后现在黑棋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对，白棋唯一的这个地方的潜力啊，把它破掉，这个目数就没问题。是，嗯啊，黑棋选择了一个折中的一个位置啊，这个悬念也是比较常见的。嗯嗯，白棋正过来。嗯嗯，因为这个地方是漏风啊，这个地方漏风，这个地方白棋是下不到什么目数的，对对对，这个是明显的一个漏风的空、哦，所以这个也是棋理。一般像这种漏风的地方呢，就是要让对方去下。对啊，白棋。堵住黑棋这边的出头，顺便呢，哎，中间稍微有一点点势力的样子啊。主要是这个逼入确实没有目。嗯嗯，黑棋往中间走一走，中央的白棋的潜力都没有了。是的，嗯，所以呢，啊，这个白棋是选择了上面来，黑棋、跳，稳扎稳打，就是做活啊，目标就是做活，白棋继续跳。对，黑棋就做活。做活，嗯嗯。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白棋也挺难的啊。难点就是人家黑棋这个地方这么厚，你中间怎么去、啊？他只能是争取围这个这一边，就是整体围是没希望了，就是围一部分是一部分。嗯嗯。那黑棋走这个，白棋继续要把这个边给封锁好。对，嗯，封锁好才能继续扩张。是的，嗯。但是这样一走，我们会发现，嗯，黑棋这个地方是不是？对，也实木棋出来了。对，嗯，所以感觉白棋确确实实有一种这个比较优越的这种状态，觉得这个形势还不错。嗯、但是感觉上，反正要是我是黑棋，我也会很爽，因为很舒服。四个角捞完之后一打入，又轻松活了一块。嗯，那至于白棋中央能围多少，黑棋这还有后势，而且这块棋没活呀，实际上会一会儿围控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哦。对，因为它没有活干净，一旦黑棋这边有子儿的话，这个白棋是有些担心的。嗯，可能会受到牵制。嗯、对对对、哦，而且这个地方、怎么感觉这个口封的还不是那么的安全？是的，这边一靠怎么办？嗯。所以白棋可能心态上比较自信，我觉得到目前来看。哦、嗯，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嗯。但是作为黑棋，其实没有任何不满哈。对，黑棋这该捞的都捞着了。对，我们还是都是偏向于实地型的。嗯。然后白棋踢啊，白棋果然是要来围这块了啊、嗯，因为只剩这一个希望了。嗯，但是这么说确实啊，这个棋它还不好围。对。这个人家黑棋粘上都是先手，这个地方有一段。白棋除非跳，但跳的话，目数将来被一接，先差了好多。对，他现在不接嘛，一会儿收官的时候接了这段，还能再刮一刮。是，所以最大限度围控就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嗯嗯，这也是挺难受的哇！黑棋现在来了，直接点过来，这个很凶，很凶，对我那个靠凶。不能太轻易的跟着普通的硬了吧？嗯，哦，搬到脚里去。是战士班啊，这个也是这个定式留下的一个后续下法啊。对，这个定式白棋能这么轻易的让黑棋先手捞掉，还是因为将来有点这个借用。对，否则太舒服了。对，大家一定要学习一下这个地方是怎么走的啊。白棋搬、搬完了断是这个棋的后续变化。对，黑棋首先不能从这儿打，这样打的话呢，白棋就把这两个子吃了，这个黑棋损失惨重。嗯啊，这个黑棋肯定是不行，一拐啊。这个三个死掉也没有关系了，这边黑棋亏的有点多，这个目数上，所以黑棋只能是在脚里跟着硬。嗯，白棋先跳了一下，哦，先跳跟贴交换，哦，对，然后再断的、这个，嗯，因为搬一下也没有损，所以搬完再断，是，要跳完再断的，啊、嗯，这个时候。这两手交换之后再断啊，对，然后这个地方黑棋这手棋不行的话，只留下了两手打吃了，对对啊、嗯，那么打吃好像白棋都有跟着后招哈，对，如果黑棋打是这个，嗯，白棋可以打在一二那个位置啊、嗯，打在这儿，对，嗯，
然后呢，黑棋如果立的话，这就变成打劫了。嗯，这个黑棋实在负担太重了。对，嗯，那么如果黑棋提，依然有打劫。对，关键是这个劫啊，白棋不损。对，白棋几乎没有负担。对，你走完了之后，你消劫，对吧？你消劫就消到这儿。相当于就是你在这搬了一个嘛，对，等于搬粘了一个，嗯，比搬这个字儿有一点用，但是说实话还好，可以接受，是跟这个白棋打赢，黑棋所承担的东西那完全不是一码事儿了，嗯，没错，那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其实是白来的一个劫，对啊，打输了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啊，那么黑棋打这个的话，就给白棋留下了这个打劫，对，啊。那还有一种就是像实战这一种，嗯，实战是打在这儿，实战是有点忍的，哦，这个应该是，忍让，对，嗯，因为这个打实战黑棋接上之后啊，白棋将来一旦虎完之后，这个拐成先手了，嗯，所以黑棋实际上是已经做出了退让，可以说是，以后这个拐，对，黑棋如果不走，这一般就死了，对对，啊，对，必须得走，所以黑棋必须得补掉，劈掉，嗯嗯，这样就等于说白棋搬完了之后。搬到了这一下，又拐到了这一下。嗯，实际上黑棋想下的是这个棋形，嗯，就打吃如果不打劫，想下下这个棋形，嗯，这样的话就不用，就算你虎了，也不可能下出这两个子儿交换。是的，但是谈不拢的话，白棋就要打上来打劫。嗯，对，所以这个就是对黑棋的一个考验。是的，嗯，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这个局部的变化，因为。这个你只要下出这个形状，后面一定会迎来这个变化。对，对，可能有一些局面下，就是这边实在是打劫也不行，打六又不肯的话，这个打可能也能下。但是这两个点一般来说选择的会多一些啊，嗯。对，是，嗯，哦，那作为白棋那一方，大家也请记住，这个后面是有后续手段的啊。你要是没有的话，嗯，这个定势恐怕是白棋吃亏了，白棋就不肯了。嗯，被先手把脚一点就，就我站的脚，你一点，你捞了十多目，我什么都没得到，是的，不行。嗯，那这个地方一定要这个记住啊，这几步棋很关键，嗯，很关键。对，然后白棋打打黑棋粘，嗯，这样白棋再粘回来，粘回来，嗯，这个白棋就算是得到了一些回报。嗯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突然往这儿靠，哇，这步棋啊很具有冲击力。嗯，对，哎，那这个局部啊，嗯，这个局部黑棋。搬这个是不是能吃回去，啊，对，但是搬的回来的话，我这个虎先手这个拐可能白棋觉得也就算了，哦，是，对，他也就，哦，就说白了白棋是在试验黑棋，如果说现在让我这边占便宜了，哦，我让你回来也无所谓，对，哦，明白。 嗯， 嗯，那黑棋如果过来的话是有点损目的，对，他有点不肯。嗯嗯，所以那接下来这一步棋这个点怎么样，看到这个是吧，啊，有点过于凶猛了，这个，看上去本来还因为对这个这单想也不是很熟悉，感觉是一个很喜欢实地的一个棋手，再，嗯，从这步来看似乎也是在仅仅是在积蓄力量而已，对，仅仅，嗯，啊，是他展示这个杀力的时候，对，还是要等着出击的那一刻，他说你们想错了，其实我不是这一种棋风，但是其实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来说的话，黑棋已经占了那么多实地，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稳健的下法？对，如果正常感觉黑棋，比方说啊，这个地方有靠的话，嗯，黑棋是不是一边威胁白棋，一边进入这个腹地，感觉是更稳妥的下法？嗯，这样可能就像比方说你要跳，我就跟着你跳进来，嗯，这样争取就把这个模样消掉，是不是就？至少更简明一些，更温和一些。嗯，那如果这样的话，黑棋大概目数全盘大概是有多少？这个角大概十、十二、十、十五，这个如果算提掉的话，十七，就是十六七目的样子。这个单肯定是先手嘛，二十五，大概三十目这两块。嗯，三十七八，四十五，五十二三目的样子，五十二三目，然后好像没有算这个地方潜力，对，这个潜力因为也不太好算，白棋走过来，嗯，肯定很有可能下步棋走过来了，对，这个，先不算，因为白棋有潜力，对对对，黑棋有五十二三目，那白棋是，嗯，白棋这个地方如果算搬了侯，我觉得双方都能接受，嗯，这里面六目棋，嗯，这地方就数不清了，先不算，先不算，对，嗯，这个地方就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目棋上下，也就是二十五六目，但是呢，就白棋这个样的潜力，可能一飞就已经增加了十多目，嗯，对，所以单纯从目数来讲，白棋不到三十吧，嗯，纯目数啊，嗯，黑棋大概五十目出头，那就纯目数的话就二十
差20目了，对对对，20多目。但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对白棋的潜力都，因为白棋毕竟的子儿全都在外面嘛。嗯，是，而且现在该白棋下，其实是，白棋可能就走过来。但这个棋，我估计如果走这儿的话，白棋也未必会跟着硬，可能会直接就走过来，因为你走在这儿，黑棋刚才我看有可能飞到这儿，这个点太大了。哦，这个飞完之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潜力就来了。对，而且白棋就没了。是的，这个是双方消长的要点了。对，所以你走这儿的话，白棋仗着子儿都在外面，可能就。对，走这个了。嗯，所以这个确实，这种局面对于任何棋手来讲，也是一个选择问题。是，正在想直接靠上来，可能就凶猛了。对，这个确实有点意料之外。是的，他作为黑棋来说，他是不是也想着我这个地方厚得很呢？对，我这个你这个地方居然一直都不补，而且他说不定觉得这一般，一会儿这块还没活该棋，真有可能是有力量啊。年轻人确实是有力量。对。然后白棋，那这个地方白棋没办法，只能是搬这个的啊，这样去寻求联络。你不能往这儿搬，这人家随便一尝，你这个地方断也吃不香，对，肯定还是要在这个地方联络。嗯，那么黑棋直接就断上来了。嗯、我的天哪，这个地方感觉又是一顿激战啊！我们经常说下棋要这个讲究棋理嘛，均衡，捞了实地，别人走了外势，你应该是避开战斗。是。那现在正在想呢，是实地我捞了，我还是要。跟你来战斗一下，这就有一点得理不饶人了，是不是？他可能是对这个局部有信心，觉得这两颗子啊，有可能会产生作用，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这是一种信心，还是一种信念？对，一种信念吧。看来，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啊！但是这种局面也是我们棋友们应该是喜闻乐见的这个局面啊！这就终于哎，又开始杀了，整盘棋都很平淡，终于杀起来了，这一下就开始刺激起来了啊！好，那我们接下去看，这个白棋是打吃，对，这个也是一个棋形的一个手顺的问题，对，白棋粘，拐出来，然后白棋。跳得出头，不知道范老师的地感怎么样？我是感觉这个，我作为白棋的话，如果整盘棋我的实地不足，突然有个战斗，我应该是很兴奋的，机会来了，对，会有这种感觉。怎么回事？之前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就感觉自己目点不清楚。之前我还在找战斗，在哪能跟你战一战呢？寻求战机的时候，结果你就来了，敌人送上门来了，心里乐开了花，确实是，然后黑棋长，白棋跳，如果是这样去下的话，其实白棋对于白棋来说，黑棋尖，白棋这里已经得到了，像这里什么粘啊，这个地方其实有一点目数，黑棋肯定是亏一点。黑棋我觉得目的就是通过制造头绪去尽量去把这个中央的目破了。但是从这一靠开始，这后面的变化肯定是。只能说有个大概的一个构想，就是后面发生什么还是得看具体的招。是，白棋粘上。那我其实觉得，如果我是黑棋的话，这个我会不会选择尖在这边呢？就是，我粘上就长过来是吧？还是跳出来？我想跳过去。对，那他或者飞，飞我大概单跳吧。单跳你这样可能黑棋这三个子儿有点危险哈。对，长我可能就顶一个，这样黑棋被揪住了，可能会走不到先手，有可能啊。这个地方有扳呢，对，等于白棋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先手的，对，就黑棋再贴也贴不动了，这个白棋先手太多了，那还是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啊。他这个尖应该是想着先手，让白棋必须跟着硬，然后飞着走会好一些。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对，但是这个地方白棋再跟着硬，我怎么觉得这棋不可能？对，肯定是这个棋太危险了。白棋有反击的心情。白棋这个不粘，如果再跟着硬，我感觉这个黑棋是不是这边还是很主动的？对，至少白棋先粘一下再说。白棋先粘。对，黑棋飞。白棋搬一下。这个扳比较舒畅啊，白黑棋不得不去走一个鱼形。白棋再跳，这个跳着先手，这一顶黑棋出事了。所以黑棋必须跟还得补。所以刚才就说嘛，黑棋其实挺有危机的。是的，特别是这几手棋交换之后，白棋全部走在外面，黑棋只能走在里面。这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里和外的交换嘛？是，那就使得黑棋在外面的子压力会越来越大。对，是。好，
白棋现在终于还是补回来了，补回来。对，因为这边已经占得了一点便宜了，嗯，补回来可能也心甘情愿了。嗯，那这个黑棋怎么办呢？黑棋现在其实就是把这块棋做活，是不是也还可以？对，黑棋其实，嗯，这个往跟着跳也还好，这个棋，嗯嗯，就尽量的往空里走嘛。实在是点了一个。嗯，这点应该是希望白棋粘上再跟着跳，多了个子儿可能对这靠有点关系。哦，啊，但是白棋很果断，对，直接把头扭过来了。这个时候没有粘，而是咔把这个跳过来了。对，嗯，因为如果接上被一跳，就简简单单这个靠又不成立，如果又没法杀的话，那这个黑棋还真的就是顺着就进来了，嗯，跟他最初的这个战略是达成了这个效果，达成了一致。嗯，所以白棋。这个从胜负感的角度来讲也得扭头走过来了。嗯嗯，然后黑棋冲，对，这个就契合了，白棋点点过来，嗯，这个就是拼计算了。嗯嗯，啊，这个有点复杂。嗯嗯，作为黑棋的话现在是只能断了，只能是就是只能迎头，对，你走这个的话肯定是被人家穿过来，这个，肯定是不 行，这个，不行，因为你冲出来之后我再连回来那就被分断了，这两手全废了，嗯，是的。嗯，黑棋现在只能是正面迎战，对，嗯，然后白棋啊，两位棋手很刚啊，对，这个就是拼计算了。是的，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但是这里黑棋倒是有一挖，这个挖白棋需要防范一下。哦，挖这个，对，但是黑棋现在可能我开始补了，得先在这个地方，对，就是说这个时候白棋如果往回家走的话，嗯，他可能就要祭出这一挖了，这个是白棋的一个软肋缺陷，对对对，啊，这个地方，嗯，白棋如果打这个的话，我就恰打，黑棋恰打，这个挖常常是咱们这个攻击时候的一个自保的下法，脱险的好手，嗯嗯，这样白棋就被分成两块了，对，这个杀气，因为黑棋贴都先手，白棋杀气可能也有很大的风险。啊，够呛，这个我看白棋杀不赢，关键这三个还牵手棋，就主要是现在贴最多就贴在一下嘛，就得走了，嗯，那这边我拐或者打白棋的气也挺紧的。嗯嗯，那么这个应该是白棋不行，如果白棋除非算清了这个局部一顶，嗯，这个气我已经完全算清了，否则就只能妥协了。白棋如果打外面更不行，打外面退就对，就直接 就直接不行了，对对对，直接断或者冲就不行了，对，这个是简明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挖的好手，对，嗯，这个我想应该是黑棋敢跟白棋在这个地方正面作战的原因啊。嗯，是，那白棋敢跟黑棋作战的原因是什么呢？白棋可能也因为这个棋刚才在粘被跳可能不太肯，嗯，我觉得，嗯，所以现在只能是先实在白棋是虎嘛，我觉得他可能想着就最少最少就哪怕这边可能牺牲掉了，但如果能把那头封住，嗯，这个空还能收一收啊。但如果刚才跳进来其实那种看似没风险实际上可能会比较没有战斗的就落后了，嗯，他这个至少有个底线是可以守住这块空。 嗯， 嗯，那这个地方只要白棋一顶就能连回来吗？这顶刚才主要是他这边能连哦，如果这个地方有黑子的话，啊，那就得看一下了。黑棋如果断的话，断白棋虎黑棋不行。哦，嗯，但是黑棋可以这个，黑棋有个次序，可以先冲一下，嗯，冲我，然后再补回来。冲我挡了。哦，哎，冲还不行啊，单贴就行了，嗯，那这个冲没必要，单贴吧。哦，单贴的话我就只能哦，单贴接上黑棋也不行，嗯，哦，冲到这儿，对对对，嗯，那说明这个地方黑棋如果这个地方有子的话白棋也挺紧，连不回，对，所以黑棋如果说想安全也容易，就冲就完了，往这边冲就行，嗯，肯定没事儿，嗯，但往这边冲呢我估计他是会觉得白棋挡住打两下跳两下上面也活了这边也先手封住了然后再一跳，对对对，哎，这个地方瞬间出来二东棋了，嗯，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比拼的一个计算，可能黑棋觉得这一虎两边见合，白棋觉得呢我这一虎你还不好应了，嗯，这就是比拼谁的计算更深一些，嗯，哦，是，嗯，哦，实战黑棋就冲了，冲了，说明黑棋不满意嘛不能接受刚才那个，不接受啊，嗯，不妥协，对，嗯，绝对不能让你那么舒服然后打吃，那这个挖其实还是存在的对吗？对，这个挖，但是白棋肯定比刚才会好一些，嗯，刚才一挖就明显漏了，现在还能支撑一下，嗯，是，哇，这个这么激烈，太激烈了，白棋粘了，是粘上先手，
这个是绝弦，必须得走。然后这个时候一贴，可以对一贴。怎么这是一个收气的？就是白棋现在是什么？让黑棋来挖了，然后他这个地方呢，没有选择顶一个回旋，而选择了收气，收住白棋的气。说实话，有点没看懂，退跟接哦，他就当他觉得退，你只能接。那我如果冲呢？我不信。冲我打退先生。我不信。哦，那哎，那我这个地方对，就是这个地方很纠结了，黑棋。其实。白棋不常走这边是对，他就是想退着了，他给你一个犯错的机会，你应该只要但你不接的话，你就要出问题，很狡猾吧？对，特别是这种棋，你走一个，你觉得既然走这个跟走这个是一样的情况下，你走这个可以费一点黑棋的脑细胞。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退完，如果一旦真的黑棋死了，这还便宜点木呢，将来下面。哦，对，有道理。应该说它是细腻、紧凑。对对对，非常紧凑啊！当然这个。长这个的这种紧凑的方式要建立在咱们这个计算力之上啊。对。这个必须有计算力打底才可以的，这个我是看不太清楚。那黑棋这个地方如果打一个的话，提一个是先手。对，打我可能不能打也应该可以接，但接完这还有接，打我可能传这个算了。对，就是这个确保这边没事儿。就是这个地方白棋有先手，黑棋冲不过来的时候，对，这个地方白棋是不用担心的。但黑棋实在好像还是挖了。挖了。还是靠这个挖来做这个抉择。是的。白棋大吃。对。然后搂包。把这个打掉。这个就是可能要这个走干净之后可能是要准备把这几个看清了，是不是？对对对，没办法了。然后白棋粘。对。黑棋断。断。这个地方白棋是不敢这样去打吃了。对，这个打应该没打到气。或者他打这个，他这个打应该是正常的次序，因为你接的话被我一长，这边受点影响。所以打这个是没什么问题。我在看黑棋，屏幕上显示黑棋是先冲了一下再长。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黑棋本来单长这个冲，我们首先说它撞气了，其次呢这个断又不成立。所以我在想他应该是怕这边死的太多再冲不要了。先把白棋做大，你接上，比方说啊，我们这走一大堆。虽然说我也没看清白棋现在准备走哪儿。白棋粘上呀，只能对，那就是说再冲，他可能白棋就收控了，他觉得损木了，因为本身这样的话，这白棋还是不好封口的，所以他先看看你要不要，他冲不着了，对对对，就是如果走成那样的话，以后黑棋如果再冲的话，这个死了不行，他只能从这儿收，但从这儿收呢，白棋有可能粘一个之后，白棋的气就变长了，所以他要先把这下冲掉，其实就是那个图啊，我们简单摆一个，我感觉上应该是这样冲。然后白棋一般感觉应该是第一杆。就如果比方说我们这么摆的话，黑棋打吃，白棋打吃，黑棋踢掉，这就简单了。对，那这样的时候，本来我冲着我有可能给你断转换。但如果你这个时候冲的话，我就直接踢掉了，你就没冲着这下。也就是说，我肯定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我牺牲之前呢，我能多拉你几个兄弟就多拉几个兄弟。对，因为你现在冲我可能就消了。但是我先冲掉，我一断，哎，你再削，我多吃你几个。哦，原来是这样。对，因为这个扳看上去应该是对杀的第一杆。所以这个时候黑棋是选择了冲。其实是问了一下白棋，看你要哪边的一个意思。但是就这一招棋的交换，这个后面的变化又不一样了。对，黑棋冲，白棋挡。对，然后黑棋长，哎，黑棋冲完了这一下之后，白棋这个地方就。灵活转身了，对啊，因为在白棋的角度来讲，你这下损了，本来你可以打在这儿受控的，现在呢，这个地方黑棋打吃完之后，我看白棋还点上来，还要反这个占黑棋的便宜了，因为你损了，我就不要这俩了，我把这边更看重一些，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看这个判断了，但是我第一感黑棋好像还是长，咱再冲，白棋能不硬吗？就是先尝一下嘛，我也不损太多，尝 一下再冲，会不会好一点？他先冲了再尝，就给了人家一个转身的机会了。对对对，除非这样，他已经是稳稳拿下了。但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个地方黑棋白棋这个地方有断嘛？如果白棋这个封住的话，这个地方有断。
白棋可能在这地方占完先手便宜，要在这地方进行一个封口的这么一个、如果说白棋封不上口的话，这个棋我觉得黑棋应该还是可以满意的。 对，封不上口黑棋应该是可以。如果封上口的话，这一棋就不一定了。对，黑棋因为黑棋走了一圈之后，等于把自己的这个地方搅没了。对，然后白棋如果能全围上的话，这个效率也是挺高的。然后上面这个地方还得了一些、这个地方黑棋还有点不好走啊、是吗？粘好像被直接挖死了。所以黑棋要是想联络是怎么走，是先搬这边，白棋挖回来，黑棋把白棋放过来吃一个，白棋吃，是这样吗？反正只能是这样，因为你粘这个被我一挖，这俩要死的话，白棋的眼位也还行。一会儿我们看看他在这地方怎么走呢。好的，那接下来白棋点过来，黑棋反点，黑棋谁都不肯退让一步，是，白棋贴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封口的这个。而且在这个时候贴，这看上去眼花缭乱的。贴怎么这边的次序都不走，都放在这儿。怎么？我觉得白棋很舒服啊，这个形状。对，黑棋气有那么点紧，看是。就白棋实在不行的时候，我顶一下也就防住了。对，哎，我也不用防都。对，但是不，我说不防的话，黑棋可能，比方说就吃掉我这个子弹，对，拿下我这个子弹。对，所以他先贴试试黑棋应手也是可以的。然后黑棋没有走这个地方，点这个这种形状不走，就放在这，他可能也搞不清了。我觉得这个那第一步不走行吗？第一步不走，第一步不走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这个什么一小尖呀？抢先完之后，这个地方又挤了一头，这个地方一虎，对，被断开了。或者你胖，你退先手，这个挤先手，我是不是虎了一尖？然后这卡了，挤了一冲就死了。所以这边一并也死了。所以他跳一个之后，还是说防住了他这边的这个尖一个先手，这个白棋。但是这一会儿一巴吃，反正也挺痛苦的。对呀、这个总觉得这个棋形黑棋有点问题，稍稍有点这个凌乱，但这个凌乱可以理解，这个太复杂了，这个局面。然后这个地方黑棋没有走等于说把这个补了。这那不是苦肉计吗？这个子就让这个兄弟就让他送死算了，是吧？就是棋形上有点不好走。其实如果说我们好像是不好走了，再走后手了这棋。因为我刚才看这个没法糊，我这个搬住之后啊，我不是顶先手吗？然后这个跑先手之后，不说别的，我这一搬你也吃不消。对对对，吃不消。所以他有点难受是有道理的。那回过头看这个跳是不是跳有问题吧？看着是不是还不如。这个棋看着肯定是要落后手，感觉这个有用吗？这刚才防住了吗？这个兵或者尖一个，反正是挺难受的这棋形。难受。跳贴，我们来看这个黑棋点之后点一个，它是一个就是捞木的一个下法吧。对，这个下法点就是想着争取能一边捞空一边搜刮，白棋毕竟还没有两只眼瞪出来嘛。这块棋尤其如果一会儿你跑这边去顶什么之类的话，我这一并你这只眼都没了。所以他先一边收官一边搜刮一下再决定这边。如果是他是读秒的情况下，这个下法我倒觉得挺符合的。再决定。对，我怎么觉得轮不到他决定了。可能要被这个白棋给逆收了，是吧？是啊，这个有这种可能。白棋冲断，这不是没有断了吗？对，就是估计应该决定不了，是吧？应该是读秒声中比较这个，我们调侃就可能会有些凌乱这个。对对对，因为走哪儿感觉也看不清。就先走一个大的，顺便能威胁一下。是，白棋真的是挖过来了，是。那很爽啊，白棋。这个白棋招法也是比较简单了啊，没有再说其他的便宜了，就直接把这个子拿下。哇，那这很爽啊，这还有几啊？这还先手。哇，那黑棋这个，那黑棋这个将或者说这个打这个读秒确实是。对，可能是不是读秒受影响了？应该是。刚才看那个上面好像也显示是在读秒。这个比赛是12点半开始下，那么肯定有人是进入读秒了已经。对。哇，那这个有点苦。这杯棋那。金宇澄这个胸有成竹，看来还得再补啊，这个。还是收到了效果。对。好，到这手棋为止，咱们现在已经赶上了他们这盘棋的进程了。对。
哦，挤了一个，挤了一个，还是得走。哇，那这一串确实。那如果这个是先手段，先手段那就没法说了，那白棋肯定是大赚一票。而且接下来白棋如果这个地方能脱先，再把这一走，天哪！那我怎么觉得黑棋还不如虎掉呢？如果说哪怕让你搬一下，我也不能这个子被你先手割掉。而且我这块其实活棋吧，你也就是加了图给我做眼嘛，嗯，对吧？这应该是活棋。哎，这么莫非有这一点？嗯。点是什么？不是，我就说呢，黑棋如果说什么都没有，再帮黑棋想想办法，因为走别的是杀不掉的，这个点是有没有？也杀不掉，点没有，点至少虎先生。对，可以。我就算最简单的一档，那这个黑棋，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由于黑棋这个地方脚步的气比较紧，白棋可以对扑完一虎就行了。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对，黑棋没有办法去挤这个眼了。对，就走别的更杀不掉了。白棋局部是。进活，对，进活，没用，那黑棋这个，我这刚才还有一些疑惑，说不知道黑棋是因为啥原因，现在应该是感觉是读秒的催促，这个出现了问题，确实，这个被先手割了，感觉一个小贴木出去了，这下白棋。要考虑的就是说我这块戏能不能脱先，我要是能脱先，我这一打一挡这个目数应该是那好像目数就不用看了，黑棋肯定不够了，黑棋不够了，但是这块棋到底能不能脱先呢，这是个问题哈，这感觉不太像能脱先呀，我就算刚才那个粘上粘挖锁打一下，这一个弯三，我这边立如果先生你这边没有一只眼的话，我这边是确实是、你虎我尖，你挤我粘上都没眼啊，对吧？没有眼，就是，但是目数就不说了，目数黑棋可能损一把。没有眼。但如果我粘完打完之后，什么一，我这飞跟这个拐还有关系。对呢，我这个打先手，我这个地方会不会有眼呢？但黑棋说我可能会什么粘完先把这个逆了，先粘在这儿，然后或者说我现在粘嘛，然后再粘这个。那你也是很狡猾哟，应该杀不掉，好像刚才我看白棋这就算拐完一猴也行。就我这边还我这边是先手吗？不是，就是你杀我的时候，你应该是得利用到这个飞，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黑棋要走两手。对对对，要走，然后让我粘成先手之后，我这个拐可能先手。然后这样就算你粘，我看我刚才一加，就是这个棋形可能也是有眼的，粘我粘。然后比方说啊，我们就说这边没眼的前提下，挖。打吃把这个眼灭了，让黑棋飞。如果说这个地方黑棋是后手啊，打比方我们说后手，啊白棋粘先手，黑棋比方怎么回来？这个拐完一夹是有眼的。但现在这个地方又有扳，所以这个就看一下这个白棋是什么情况了。但现在黑棋飞，就比方说飞的话，那白棋会不会有猴之类的？这个需要，如果说在读秒之中全算清，好像也有难度。对，有点难度，有点难度，有点难度。我们看看他实战是怎么下的。哦，白棋算了。实战白棋没有补啊。那这个断了。断了。那就是刚才我们的猜测，可能是金宇澄应该也看出来了。对，先把这个断，主要这个断本身也很大。太大了。虽然说这个更大，但如果断就够了的话，那你破点也无所谓了。这是接下来还有吃呢，是吧？对，吃了一提还先手。这棋是软的。那黑棋这个时候是搬了一个，搬有棋吗？白棋挡上是不是就行了？白棋就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做眼也是进火，但挡住也不像有棋的样子呀。下了吗？没下呢是吧？看样子金宇澄好像没读秒。金宇澄还有17分钟，上面显示还有17分钟。不知道上面这个显示准不准哈？挡住，挡住就是提绝弦吗？然后你点我就算团住也没事儿，你加我也活棋，那应该没问题，只要提先手就可以了。那还是可以活的，可以挡，可以挡，实战就挡了。那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局部出来的话，只能冲吧？可能是形势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对，我们要不冲两下，看白棋怎么围一下，我们数一下目。好，黑棋这个地方是怎么走的？冲的话，白棋怎么硬？这有点难走。飞住嘛。哎，能飞住吗？搬了以尖成立吗？这棋能顶住吗？顶不住，已经看出来不行了。我想尖在这儿。哇！但被打了一尖一冲啊，很凶猛啊，托老师。不太行。飞住算了。
飞又不肯，这个地方有飞被冲着搬不住呀，这个棋形。哦，对对对，也有点难受哈。对，那如果全被掏空也挺大的，黑棋应该马上就会。对，我们想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收束一下，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对，先搜刮了一下。嗯，这个肯定要断。白棋会断吗？断被打下去了。他未必会断，他可能会直接补上来算了吧。哦，也有可能打完了提吗？哦，对，正好一冲。嗯，哦、那这白棋，那可能白棋得想一想先怎么。嗯，那他可能会冲，我觉得。是。嗯。正好现在趁着黑棋这个地方还是软的，先冲一下不亏。对。冲了棋。现在咱们没有办法给大家判断形势的原因是冲这个白棋下一步棋收在哪儿。对。没有。就这个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局面。对。对。那总体来讲的话，这个中间引发的这场战斗，佟老师，你觉得谁？我觉得本来应该是黑棋就是成功一点，因为白棋毕竟这儿没火，这还能往里冲。但这个局部白棋好像这个一下就把损失给找回来了。嗯，应该是黑棋在读秒声中判断不清，然后有些慌张导致的这个错误。嗯，那没什么办法。所以说，整体来讲还是。白棋我感觉应该获利了。嗯，白棋获利了。嗯，那从前面黑棋没有从这引发战斗开始讲的话，其实当时我们一直认为还是黑棋不错的局面。对，黑棋的实地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嗯嗯，那这一下之后就，对，这个有点，这个就可能有点算打勺的感觉。啊、哦嗯，是。但那个时候就是你让我们来下，就是在。一分钟之内怎么硬不出事儿，可能也需要点很难，对，需要点临场的发挥。这盘棋确实是很有压力，嗯，因为这个看不清的地方确实很多，比如说这块棋的死活呀，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有各种先手，就是这种余味很多啊，这种棋就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判断清楚了。对，嗯，现在我们也是赶上了这个进度啊、嗯。那接下来对于白棋来说的，其实就是这下一步棋怎么应？黑棋一走这儿、嗯，其实这两个子是已经连了。我觉得他现在可能在考虑一件事情，能不能不应，啊、能不能把这个守住？因为刚才我们看这冲不好应啊，其实这步棋说明它相当大。可是这样的话，这一粘这块棋不就变成打劫活了吗？但打劫这个就是说白棋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吗？哦，嗯，因为或者我觉得、哦、我觉得先冲可能是比较、哦、这个应该可以，这个因为本身我一吃吧这两个字就清了、嗯、比方说这种虎都没了，但我如果先冲这个、嗯、你还有这个被我直接打上来打这个劫的可能，黑棋反而是要做出决断，哦就这么下的、嗯、就是冲哦就是这么下的，应该会提吧，冲完、嗯、不提的话冲就白冲了，提对，嗯，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既安全又有目，至少又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嗯、是，嗯，我觉得接下来黑棋需要冲了吧？黑棋，嗯，但是目数冲了，接下来就看白棋是怎么应对了、嗯。这个是一个难点啊，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有一个断点。对，嗯，白棋搬呢，黑棋搬这个地方，白棋又断不掉黑棋、嗯，所以白棋这个地方要是说去围控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们很期待看看白棋是怎么去围。嗯嗯，对。这个不好走，对，看一下或者白棋是不是算了，哦，挡下来有没有可能，哦，那挡下来之后我如果冲了点完一接着先手的话这边就好围了、哦、而你往里钻的话也钻不进去，也不是特别好钻、哦、因为你飞的话我这个棋形是可以粘稳靠在这儿的，哦，那我飞这个，你飞这个就是看我粘先不先手嘛，先手的话我至少这个接先手贴住，跟我直接去围也差不多、嗯、直接围围不上主要，嗯，你飞被我一冲你退我还能冲，然后再往里长，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对，这个，因为这个本身也巨大无比，嗯、这挡完之后这加有道理。嗯，那其实如果白棋能走出这一步的话，我觉得这个棋是不是白棋已经挽回的差不多了？嗯，感觉上从近身来看，白棋还可以。嗯，黑棋上面14、16、17、18，这个地方不太有点，但大概七八目肯定是有的。嗯，25以上。这个地方只要被挡黑棋的目就又松了，对，而且有这个虎、嗯、如果说不影响死活，这个虎还有这个端，这地方基本没什么目，嗯，六七目棋的样子感觉，嗯，30多一点，这儿40目左右吧，嗯，55目棋黑棋才，嗯，那我感觉好像白棋这块有点大呀，这样看，嗯，白棋如果围到这一线的话，我感觉黑棋不太够呀，嗯。
白棋有45目。嗯，但黑棋的目比较，就白棋弄对白棋这一虎，刚才这有点薄。对，刚才这点了七目棋，其实虎完一拐就没有了。对对对，我感觉反正拐完我还，反正我觉得黑棋应该是稍微吃力一点这个局面。嗯，看来童老师说的非常正确啊，就是、这个白棋选择了挡，确实是非常大的一步棋。嗯，那么黑棋提回来啊。嗯。接下来白棋是不是还是得吃回去呢？就这个劫可能还是胜负的关键。嗯，现在我们说其实双方的目数还是比较接近，还是挺细的，只是说白棋可能相对来说目厚一点。嗯，但如果这个劫都搞不定，厚一点也没什么用。对，那这个棋其实这个从一开始黑棋占得四个角开始是黑棋优势，嗯，但是中间由于黑棋自己先去发力了，对，然后这个棋就变得复杂起来，一直到现在为止，这盘棋依然是胜负难料。对，但是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这盘棋只能为大家讲解到这里了、嗯、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盘焦点战要带给大家、嗯、好，那接下来呢请棋友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棋。嗯，一会儿见。也许你无